们看新的那个银河护卫队了吗？看了。你是不是又给唱的主题歌啊？又是人家首映礼去的吧？没有没有，这话说，早上我自己不看，不买电影票看电影。你最好几年我看没看了。全都是自己买。你都是首映礼唱歌的时候看。我不签任何人电影票。我的电影，你的电影，都是他唱的。片尾，片尾全是周深。谢谢您。可惜了，没有唱到《人生路上》。哎呀！请听题：一号荷花，二号薯条，三号筷子，四号乒乓球，五号风筝。啊哈？什么？风筝。六号口红，七号井底之蛙。七号井底之蛙，八号锅包肉，九号流口水，十号参鸡汤，十一号俄罗斯套娃，十二号天平，十三号跷跷板，十四号台铃电动车，十五号平底锅，十六号牛肉汤，十七号网球拍，十八号击剑，十九号酱油，二十号温度计，二十一狐狸，二十二计算器，二十三升旗，二十四医生，二十五香菇，二十六刺猬，二十七蝴蝶，二十八脸盆，二十九摔跤，三十鸡蛋。时间到。蝴蝶。停了，铁哥。这个基本上吧，就是大差不差了。这基本上画了29个，还空一个。基本上画面都是以圆为主，他大胆的用了圆。只要一画画，凡事先画个圈。请听题，请问三号的答案是筷子，正确。请问七号的答案是井底之蛙，正确。哇，好厉害！十三号的答案是跷跷板，正确。对。耶！请问十八号的答案是击剑，正确。耶！快，好，反应好快啊！他拍得快。请问九号答案是流口水，正确。好厉害啊！没他快，我也画了。请问十四号是？十四号是什么？完了完了，我画了一个寂寞啊！晨哥，请作答。你这画的，帮都帮不了你。就这边的能力，现在需要人参补一补。啊，参鸡汤还是牛肉？对。我们先答。你们可以答。他那边答不出来。电瓶车。错误。台铃电瓶车。台铃电动车。还拿不下。请问29号答案是摔跤，正确。请问24号答案是24是医生，正确。最后一题啊，请问23号答案是升旗，错误。23是升旗啊，是升旗。哦，他不是，他刚才是前鼻音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他理解一下，神奇神奇，你想说是神奇对吗？他说的是生气，升旗，人家说的是升旗。升旗，施博宇回答正确。